耶，哥家之旅啦！那今天要干什么东西呢？今天的话，好吧，我们这边啦，因为之前我们也有抽过，就是我们那个在我们就是那个本章那边啊，还是这边我忘记了，好吧？我们有抽过这个蓝色猫咪，好不好？那这边的话，它又出现喽，好，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应该又可以再用金券来试一波这个蓝色脸面猫哀悼的舞姬啊，好不好？之前的话好像也是用日本账号抽的，对不对？我记得没错啦，我们是用罐头，对不对？那这一次我们就来尝试一下用那个金券来抽抽看。然后目前五张金券，然后我们这边还有31个这个给它转起来哦，看一下。然后最近的话，基本上日本账号都有很努力的在做一波那个资源的这个运用，都有在打，好不好？因为现在已经打到那个宇宙篇的第二章了，然后已经拿了差不多22个金宝还是18个金宝了吧？就代表我有在努力的打，好不好？有在努力打当中。来来来来来，给我更多。那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有机会，好不好？抽一下。对，上一次是因为我们抽了那个750罐罐，然后超级无敌好运，中了三只超级猫猫的样子吧，对不对？那这一次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金券究竟有没有也很好运，好不好？金券跨买几嘞？来，然后这边的话，哦，可以哦。这边总共三张，总共八张金券，大家觉得这一次会不会出奇迹呢？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哈，那这边有什么报酬？一个彩虹薄荷是不是？八张金券来，到底有没有机会抽到我们这个好不好？黑暗的这个舞娘，或是有抽到我们其他加迪或是加尔都可以，好不好？那应该是加迪啦，好不好？来，八张金券，是我蓝眼睛日版账号，好不好？运气绝对不会烂，哇靠，太神了吧，日版账号！双掌心第一只带走，哇，真的是好不好？日本账号的运气真的是要求魔女猫已经有中一只超级猫猫就赚了，好不好？真的就算赚了，但是还是蛮想要看一下能不能抽到我们这个舞娘。欸，这样加起来连上次的话，那个我们中四只超级咯，太厉害咯。哦，拜托，第三只占卜猫猫。第四只会是什么呢？来来来来来，放浪兄弟猫，这只也不错哦，我喜欢的。我现在本账也很喜欢继续用它的。再来，下面一位车轮猫，好，看来就是双掌心了哦，双掌心没毛病哦。哎，苹果猫有了，最后一抽，哎，其实还算是蛮爽的，八张出一只超级猫猫啊，好，麦卡利，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日本账号是真的牛逼，好吧，真的牛逼，怎样都可以出超级，再抽一个好了，把这个半价的这个抽掉，搞不好这只就是蓝眼睛啊，踩高跷猫猫，不是不是，可惜，但是也还不错了，至少有中到双掌心，好不好？有中到超级猫猫，真的很爽。日本账号目前是完全没氪金的状态下哦，然后你看我们的超级猫猫有多少只，给你们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十二只，我忘记我到底有没有氪金了啦，应该是没有吧，好不好？应该是没有哦。但是好可惜，今天本来要再抽那个衰脸猫猫，但是又抽不到，好不好？尴尬了。然后目前来说，看我们这边都一直在刷，然后现在是在刷这个这关的这个那个什么的金宝，好不好？但是在打关卡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跟大家继续往下面前进哦。1XG 稀有跟稀有，那目前来说这关很重要的就是这只哇极剑猫。铁定是要的，好不好？铁定是要的，因为集剑猫我们才可以就是打破那个护盾，好不好？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欸，宇宙篇最重要的猫猫就是我们的自由猫神集剑猫。那这关的话比较麻烦，是我们没办法那个派出一般跟只能派出机稀有，是不是？那我这关是不是要带那个啊狂乱猫猫他们啊？但我忘记我这个这张有没有打狂乱猫了，你知道吗？忘记了耶，有的话应该会比较好过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尴尬。我看一下，应该
是有打吧？让日本账号有没有打狂乱猫咪？看一下 ，GCO 跟 E 叉应该有打狂乱猫咪吧？没可能那么白痴吧？有啦，有打这个，有打强猫，只有强猫 ，Only 强猫，日本账号好混哦，日本账号好混哦。小猫都没有哇，哭了，哭了哭了，到底在干嘛？来，一只大款抢猫应该就未必耶，未必耶，未必耶。那个黑色小敌人想干嘛？完了，最白痴的死亡法，机械猫猫盾牌不够，完了。死定了，太霸气了吧！没想到居然还会有这样的一天呢、欸，而且原来我日本账号那么的混吗？太夸张了吧！又够混呢、欸，太混了！来，这个一心有心企鹅出场了哦，寿司猫。双人组，寿司猫，继续哦，继续哦，他们东西越来越多了。哦，不过我们母特猫出来了，一只抵全部，好不好？现在只觉得我们没有大款小猫，很可怜。因为我们还没打小猫啊，各位，太昏了吧？而且我们除了强猫以外，其他的大。狂乱系列都没有，你不要说大狂乱了，狂乱系列都没有哎、欸，太夸张了！千万不要再叫我用什么机器有角色当盾牌了，好不好？没有那么多那种角色，欸、他们量怎么越来越多啦？妖修啊，别再来啦！我现在很惨啊，能继续叠二人组了。好险，我们这边有漂流猫啦，不幸中的大幸。不幸中的大幸，如果一直没有抽到漂流猫，真的也是挺麻烦的，就像我们的正版 IT 一样，也不是在正版啊，最新版 IT 一样，好不好？一直打一星的都没有，然后现在在勇闯未来篇，我之后的话应该那个吧，我应该会把那个就是最新版的 IT 先努力的更新到，就是前面的关卡都先自己打完吧，我觉得就不用拖那么多时间了。因为那个要慢慢养哦，那个不像抽筋母特猫可以直接打双双，那个要慢慢养。好，没问题，终于。但今天看到一个超难过的事情，就是我日本账号居然只有一只狂乱强猫，妖修。好，下一关看要怎么度过，能度过前期，后面叠起来应该就比较没问题了哦。好，这关的话应该还 OK。应该 OK， 两下一只、啊、哇，这个鹅的攻击力好像比那个比我们的黑色小敌人低哦，还没办法 一下把强猫给杀死哦。哇，一心大脸哥，不是，可不可以先让我把鹅先打死？我需要钱啊，不然没得叠漂流猫啊，各位。I need the money。哇，完了！哎、欸，这鹅还没死哎、欸！我没有鱼，我没有蝶泳猫吗？我们如果没有蝶泳猫的话，这关。有点麻烦了，我先把那个鹅先杀死吧。我看一下有没有蝶泳猫。蝶泳猫，你有没有存在我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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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不怕，好不好？不怕，不怕，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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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它杀爆那个鹅就没问题了，交给他了，好不好？一开始一定要先把这只给打死，我们才有更多的经济。上吧，蝶泳猫！
可以，两下解决，你厉害，你厉害，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叠漂流猫了，那一切就 happy 了，那就可以慢慢料理这只异星脸哥那个房屋，好不好？它是一个寄居，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那个故事，好不好？它是一个小脸哥寄居在这个房间，它是一个别墅啊，脸哥别墅。蛮特别的，一座脸哥别墅哦，各位。哇，等一下，我觉得后面来一个。无数之客，那只过来我们大概就完了，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叠起来，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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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牌太少啦，各位死定啦，中间还藏了一只鹅，完了，经济永远不够，不够我们花，漂流猫没有叠起来，一切都 say goodbye，完了，啊啊 ，GG， 好，没关系，但是我试一下，还是会努力，好不好？努力把它通关。那目前来说的话，哦，障碍还在不断推进当中，等到有一些就是比较重大的东西，再跟大家宣布。今天主要来说，还是让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好运啊。但是真的还不错，哎，直接一抽，直接中了，好不好？双掌星，虽然没有中到我们想要用的要的这个脸很逼急，哇，这一脸就超级厌恶的感觉的，好不好？超级害怕猫猫，没有抽到，但是没有关系，又再抽到一只超级猫猫，好不好？也是很爽了，好不好？那大家觉得我日本账号的运气怎么样呢？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一些看法。那大家有没有真的有抽到这个哀悼的武器？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过程或者它的一些使用心得。那我们继续玩到这边了，我是品宅见喽，大家拜拜。